相似的核桃啊。你的核桃是豆腐渣工吗？主播是一个朴实的少女，我以前吃核桃从来不用它的工具，我都感觉那个工具太费钱，就是那一个钳子不5块钱吗，我感觉花那个钱特别白扔，然后我都是拿牙刻啊，拿牙使劲掰，拿手掰往地上砸，就一整给嘴唇子哪刮破了，手磕破，就是手刮破了，然后血呼啦那么吃。然后后来在网上买核桃，人家赠送了一个那个钳子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这玩意儿真那么方便呢。牛奶君不要舍不得钱，一定要买，买一个可方便了。你们说我都能看见。一开始以为是洗出来的，后来站起来才知道你说了。因为明明是画的呀，门前。俺家是拉门，我屋里全是玻璃拉门，不是正常开那个门子，能夹吗？被门夹过的。哎呀，这没谁了，飞了，没法，没忍着吧，忍着吧，没法，你怒吧。能演，能演，真能演。在下面。来个攻杀。什么宝宝？好像毛毛虫。
红给我听。这小子真的嘚瑟。红给我一瓶。哎，这怎么有华佗邓艾的无伤啊？哎呀，这要刘备要杀人。绝我恨事。咋狗他妈的。我邓艾评为我草，为啥不打呗？我着急了，跳了，我没找到他妈停了。就来。马一路发展挺顺的，你们鸟儿怎么不开呀？马一路顺，我他妈杀他两次行吗？把他下路来嘚瑟了吧。为了月神，刘备咋上那儿去了呢？拉上路的。你有大招吗？我操，刚三级，你们都搁啥玩儿的？在下领命。大杀退场！唯独救不了双杀。引路吧！双杀！给我投降！使出破竹！就来！领路吧！大杀特杀！华佗搁后边，就来。你们人呢？我在下路啊。那你在菜鸟地，他能跟我打团啊？